发展两弹一星，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光电跟踪仪器。搞战略战术导弹瞄准仪，导弹打得准就有我们瞄准的功劳。航天相机把我们国家的航天对地观测能力整个是提高了一点，大国重视，每一件工作都是在啃国家的硬骨头，都涉及到我们国家命运的任务啊！不下苦心，没有十年功夫做不准成绩来的。搞海上瞄准仪啊，里面一个模拟火箭发射过程中震动是真的很大的，一电又要轻又要刚度。家电脑做出来，我们中国的多少个第一？